石雕吧。尼克终于能跟我说话了，想让他介绍我认识派大星。耶、yeah ！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哇，真的认识这个人吗？明白追星，老实交代。大家好，我是赵让，我的代表作有，耶、yeah ！我的代表作有第一张 EP RNG， 还有第二张 EP 叫 BE。以上内容均老实交代，承诺人赵让。粉丝提问环节就是我们在微博上面征集了一些小窝们的问题，什么时候出新歌？3-4月份，因为现在做了一个新的计划，像去年都是一张 EP 一张 EP 这样发，今年的话可能会改变一下，可能是比如说一个月一首，一个月一首，这样子一首一首发。然后想问你演技课上的怎么样啦？我觉得还行吧，肯定是有一点一点在提升，但是还一般一般般。那以后可以去演冷酷杀手了吧？可以期待一下。然后想问你最喜欢自己的哪一个表情包？我比较喜欢你那个拜托拜托。不用自己的表情包。哦，假。那你平时用什么表情包比较多一点？我会用海绵宝宝的表情包，海绵宝宝的会用一些，然后还会用一些那种小孩的。然后还有一个粉丝特别好笑，他想问你嗓子眼这么细，吃东西困难，那咋长这么高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那对，可能是别用强听了想打人。我喜欢他，他喜欢1.8米。没有了，如果按很真实，就是打篮球。然后我可能从小就喝牛奶啊，就是我家里人老是让我补钙。过年收到最大的红包是谁发的？爸爸吧，我爸爸还是我妈妈，因为我今年过年就是没有回家里人那边，就只有收到这一个红包。这确实是该收红包的年纪。你最活跃的微信群聊群组是什么？应该是一个我们的团的小群。拍了拍设置的是什么话？拍了拍我说帅。我本来想写那很多什么拍了拍我说叫了一声爸爸什么，但是想来想去又觉得，因为偶尔就是我老板什么也会拍我，这感觉有点，一下我就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最近循环播放了一首歌是？是一个歌手的很多歌，最近在听一个歌手叫 Kashi， 就是他的歌都挺好听的。跟陌生人相识到相熟要多久时间？哇，这个真不一定，我发现我现在越来越快。对啊，我也觉得，我看了你所有的物料，我就觉得你好像一点点开始打开自己了。是的，我这个是泡椒凤爪。自从来了这个节目之后，我觉得就一天吧，就因为这里的朋友他们都很开朗，对，说什么他们都会接嘛，就不会，我就不会怕尴尬的话，我就会很快就融入进去。然后吃火锅必备的三要素是什么？锅、底料、火。2022年最想学会的技能是什么？就完全不会的那种的话，可能是开车。开车保时捷。对。就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最近就是突然有一点点想吧。赵爱提问老师交代，就是你如果在5秒钟之内没有回答完成这个任务的话，会有惩罚。一体，最近的体重有没有起伏？有，就是有加有减的，但整体还是重了。如果6点钟要走红毯，那4点钟妆发老师还没有来，你会？我会就戴个渔夫帽，然后自己就弄一弄就走。最想跟闪亮的日子中哪一位艺人交换人生？袁咏锵，我想体验一下就是崔索娜。他也肯定很想跟你换。给你一个下载自己视频的机会，希望把哪一段永远不让别人看见？没有，其实，我觉得每一段都是宝贵的经历。对，不管它是好的还是我看了会尬的。想跟闪亮的日子中哪一位嘉宾有合作舞台？陈毅。你跟他一起跳舞吗？对。如果让自己做后期，会给闪亮的日子加什么花字？哦，这个的话就多了，分情况吧。比如说我这一期拍了帅的，我可能就会加很多那种叮叮那种那些音效，然后会加很多这些东西。那我们这期节目的话，你想加点什么？这期节目可能会加那种啊。如果有一天绵绵叫了一声爸爸，你会？尼克终于能跟我说话了。最想听到你的歌迷或粉丝夸奖你什么？夸奖我的歌真的特别好听。下一题非常危险，你想好再说。现场吐槽经纪人想说一句话。有时候太过分的关心我，过分体贴啊。
如果以后有机会拍吻戏，想看哪位好友的 reaction？ 哇塞，这个真不知道。我想看团里的。谁？团里的所有人，就是必须看。有一天碰见海绵宝宝，你最想做什么？跟他介绍我认识派大星。已经完成了。那我们到时候还你一个，我们找乐评人来评价一下你的新专辑怎么样？哇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因为你完成了嘛。哇！是到了我们的 Game 男女老师交代的环节。好。然后第一个环节，好友童年照认人环节，你要考虑清楚啊。是好友哦。是的，好友。我肯定都认识这些人吧？你肯定都认识，我觉得挺简单的，我觉得超简单，我觉得这特别简单，真的给你五秒钟，你肯定能回答出来。开始吧。是吧？五四。3、2、1 Oh my god， 这是谁？张延琪。怎么会呢？你这说是我都信。就在我的印象里，就大家小时候，不要只要不是那种很有个性的头型，都是他这个发型。5、4、3、2、1 我真的认识这个人吗？你刚刚还有提到过他。完成一眼。想跟闪亮的日子中哪一位嘉宾有合作舞台？陈毅，这是看得出来的。哦，这也很难，太小了吧？这个童年照片也有点。5、4、3、2、1露出笑容，看不出来吗？被姚琛，这这么像，这个都这么大了。我真的不，我可能不太。我觉得小孩都长得一模一样的，为什么？这三个现在就是，哇、哦，是你说完了之后是有点像，有点像是吧？哇塞！最后一位，最后一位，我完了。5、4、3、2、1等一会儿，这你回答不出来，你完蛋了。啊？是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倒是。戴少东。哇，我说怎么这么似曾相识的一个，你选一个就是你觉得最离谱的，然后跟他说一句话吧。我就觉得这个最离谱，这太离谱了吧，这个人。兄弟，我属实没想到你小时候就这么有态度啊。下一个环节就到了展示自己是不是真正的美男的时候了。好，实力。哇！你要不再玩两次？挑战太难了吧？食指来。嗯。不行，食指不行啊，食指。挑战。这个算好，好，还可以，正常。恭喜我们的拳王！发现偶像生活面，做一卷记录真实的老实交代。